来，过来。行，咱这个今天正式升为小学生，咱们得纪念一下。纪念，赶紧走。来，来一杯不？来一杯饮料。别躲了。其实我有点。浪漫。哎啊！我有点。饮料会不会不好呀？来一杯。啊，这个以后小学生，以后小学生。有劲。啊，有劲。哎呀，今天庆祝刘彦泽这个正式入学北京师范大学京师附小，以后就是小学生了，以后可以也喝点饮料了。今天是第一杯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我不要，我不喝饮料，我不喜欢喝。那可乐行吧？别给他喝这些东西。来点，来点意思。你拿影子给他喝，比他不强啊？什么意思意思啊？小多。什么意思了？两分钟，行吧。加点水，改一下。那玩意儿。这宝宝五三了。你吃吗？你知道午餐肉是有蔬菜。以后我说饮料连水都不说了怎么办？来，喝点俩，碰一个。我先喝一点，因为有点碰一下，碰一杯。来，小学生，再过六年就是中学生了，来喝吧。嗯。再过二年就真棒。燕儿呢？看看，宝贝儿。得行，行，关了，来吃饭吧，啊。